我阿公的老虎牙，没有看过对？那以前他打猎的时候啊，就遇到一个老虎，那个老虎要咬他，还好他有枪，把他制服了，然后把他的牙磨好收着。我记得他去世之前把这个牙给我，然后他跟我讲，如果以后有人欺负自己的话，不要怕，要像阿公一样勇敢，用自己的力量打败老虎。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刚不是很厉害啊？哎，嘴，啊！你这死肥队，打你真的是有够累哦。妈咪喂你吃什么来？吃到你这样肥。喂，你手拿的梦西给我看一下。我阿公呢？你阿公？你这个没有爸爸的，你阿公还没有死咩？非常小气，拿来给我看一下。不要！拿来！给我！至于嘛，给我看一下会死啊？你阿公送你什么烂东西？给回你啊！够了，王明君，真的够了！哇，现在死肥仔很厉害啊哦，讲话这样大声了啊！你怎么要这样子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怎么要这样对你？因为你长到勇，所以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躺在地上给我打。现在不开心是吗？回去跟妈咪讲啊，讲没有人打我，回去跟你妈妈讲啊。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小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好，你还敢讲小学？就是因为小学的时候，妈咪总是拿你跟我成绩比较，我每次考比你差，妈咪都会骂我打我。我每次看你拿考卷满分的样子，那种虚伪谦虚的模样，我看到想，哇，我只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。我虚伪？我也是凭自己的努力拿高分。那些熬夜读书的日子，你看过没？你经历过没？你没有，你只是看表面罢了。你怎样知道我的感受？这个自私、骄傲的人，你凭什么把全部罪怪在我身上？凭什么讲我虚伪？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凭什么替天行道？想过没有？文翰起身了，文翰啊，凭什么讲我虚伪？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凭什么替天行道？讲过没有？阿公，是你在帮我吗？